if you have your hat, wouldn't you? Yeah, yeah. So, I don't know what to do. What is that?我还是知道，我还有一个，我小白兔，我还有一个比赛。我这个时间不能间隔时间太长。可能。马上好了。我是快没电了。我也好担心。这个比较松。嗯。还有一点点。换上，这要把它扯到根上。嗯，换上。它那是个发生不了。嗯，下次就得这个时间，大概半个月左右，就不能时间太长。嗯。时间长了，就长得快。你洗好澡了？按的是头，现在按脚的这里。我这好像再翻一下这个。嗯。蛮好的。你都写了。嗯。对，我让我姑姑带我妹回去了。那我礼拜我也可以带你啊，主要是脚底板都站抽筋了，都今天那个垫两家换身完就好，一分钟都没有坐，硬生生是站了九个小时。好了，不是出来没想好，试用期的话是3个月。好大一片。嗯，是的，它这个就不能时间太长。嗯，它这个就是想它那面根不给它搞出来不，这边不疼。别动，现在好了，它放松。这边不疼，这边不搞。对，要给它修一下。嗯，稍微搞一点点。别动，我搞定。嗯，三个，然后加上我们两个大小，然后我妹三个大小，两个小小孩，像我。就1000多买那玩意，买华为的那个手表，什么都可以用。小天才1000多。花钱。嗯。